再想一下，突然成，对，我刚刚有想是他，可是我觉得有差一点。侯友宜，对吧？对，答对了。秀出你的二十岁，掀起热潮，蓝绿白政治人物也跟风抛起年轻时帅气模样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晒出警大毕业旅行的青涩照片，这张大家还猜得到，但难度高一点的是他。啊，柯文哲吗？像吗？看起来不是，看起来很。还蛮年轻的，还蛮 UK 的。第一个应该是柯文哲吧？为什么猜到柯文哲？因为我比较喜欢他。柯文哲18岁的照片，有网友惊呼像韩国男星朴智秀、柳俊烈。不过，2024候选人最难猜的照片是这张赖清德穿军服当兵照。国民党智库执行长柯智恩也放上读书时美照，网友惊呼好像女星。立委李桂敏的20岁神级嫩照曝光，也让网友大暴动。除了网络上呢流行PO出20岁照片，现在 AI 相机也很流行，只要几秒钟就可以变成漫画主角。像其实因为只要在 social media 上面的使用，我至少用了应该有4-5年之久了。就是有一些可能想要跟选民多做一些互动，就是刚出来选举的时候，其实反而是要让人家多认识你个人本身。不然其实我们一般的话，都还是会希望让选民比较看得清、认得明我们自己本身。常贴贴文、发布现实动态、放上自己的个人头像，林真宇认为这样更能引起支持者共鸣。他的做的真的比较好。AI 相机出体验，感觉很新鲜，赶上科技新趋势，抢搭话题。政治人物想拉近与选民的距离，也得跟上流行脚步。换算庄品达送人台北参谋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，即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